本节目由以下企业赞助播出 SNH48 专属综艺闪亮登场。到底是什么游戏让两队成员如此激动？他为何惨遭队友嫌弃？他们究竟吃了什么，连话都说不出来？本期游戏《愤怒的曲奇》，S 队、N 队各派四名成员，换上特制服装后，一一在蹦床上进行对抗。率先跌落蹦床者将接受惩罚，最终胜利的队伍将获得法国进口马卡龙的奖励。有请我们第一组成员登场。张宇阁和我们的徐言宇啊，那张宇阁要对决之前。你想对对方说什么呢？嘿，我今天吃饱了，马卡龙就交给我们好了。哇哦，张宇阁显得毫无招架之力，在第一回合的 PK 中，究竟谁更有力呢？啊，现在我们的成员已经换上战斗服了，那就是我们的巨大的马卡龙。记住，失败的人就会有大惩罚。倒数，3、2、1，开启！哇！经过将近12秒的对峙后，张宇阁最终不敌嫌疑队，即将接受惩罚喽。那第一轮的这个惩罚就是黑暗料理。黑衣人，那黑暗料理已经来了哦！当当当当，这就是和谐咖啡。是谁说喝咖啡的和吃大蒜的注定不能和谐相处？这杯有着中西特色融汇的和谐咖啡，究竟是个怎样和谐的口感呢？蒜泥咖啡来，所以张宇阁，请接受你的惩罚。和谐咖啡，请。我真喝了。感觉如何？还好。真的还好吗？他好喜欢喝。就是那种浓郁的苦咖啡内放入了。真的辣味，就是那种两种极品的浓香混合在一起的感觉，我觉得非常的出色。我要为这位料理的厨师报以真挚的掌声。有没有搞错啊？叫你来接受惩罚，不是要你来当美食家呀？这杯蒜泥咖啡究竟是什么滋味？换他的队友来喝喝看吧。用力尝一口。加油加油！张宇阁说很好喝哎。好喝吗？你觉得味道怎么样？口感如何？有没有张宇阁？和谐世界，和谐社会。话都没了。没有，得了吧，你不值。其实还很难喝吧。没有，你要我给你喝，是喝一瓶啊，还是不是喝？你都喝了。可是如果我要是下次我也输了怎么办啊？我看看你是什么玩意儿，我再看。就是这个 feel， 倍儿爽，倍儿爽，倍儿爽。孙瑞够意思，一口闷就把蒜泥咖啡喝完了。第二轮的战火即将打响，由 S 队前辈婷对抗 N 队冯新朵，暂时落后的 S 队能够扳回一城吗？我请问一下，我们台上的两位现在感觉如何？累，没有任何压力啊，王者的胜算啊，这句话好棒。
好，来做好准备。3、2、1，欢迎！将近半分钟的激烈对峙后，王者的胜算前辈婷还是不敌 N 队冯星朵。比赛过半， N 队已经完胜两分，遥遥领先。我们一路赢到底的4-0，只有四比零。哇，你们气势很好。不要高兴得太早，你们知道为什么会输吗？为什么？我是要研究一下战术，战术。我刚才发现你啊，就是有一度在很危机的时候已经差点要扳回了逆转的那个情况，就是想啊，我到底是赢呢还是输呢，赢呢还是输呢。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黑衣人送上本轮的惩罚。来来来，有请黑衣人。好期待哦，这次会是什么呢？张张张张，黑脸找豆豆。找豆豆就是前哨，必须将脸埋在黑色芝麻粉中，犹如大海捞针般用嘴找出5颗黄豆。有什么难度呢？呱呱呱舔吗？开始吧。好，舔吧。哇，好快啊。5粒。早才能找到比较清楚的。看起来这个黑芝麻糊还是很好吃的样子，很享受哈。对，好像现在在吃的过程。我下一颗豆豆在哪里呢？好像找到了。好，还有3颗，加油加油。就这么边吃边舔，前辈婷已经顺利找出了3颗黄豆。看着他如此享受的样子，粉丝和队友们也看得口水直流，跃跃欲试，抢着来帮忙。还比我那个好吃多了。这真的好吃。快来快来。哇，我留个地方好吗？好，4颗，还有最后一颗。李霄颖舔得太销魂，勾着咱们粉丝竟也跟着舔了起来。他能帮 S 队找出最后一颗黄豆吗？真的好好吃。章鱼哥不顾自己形象，找到了最后一颗黄豆，黑脸找豆豆的惩罚终于完美结束，关键的第三局就要开始了。 S 队孔霄莹对抗 N 队一家爱， S 队能够扳回一城吗？一家爱，孔霄莹，哇，还没开始比呢，大家的，大家就已经激动得不行了，因为这一关真的是至关重要，非常重要的一关呢。因为如果说我们的 S 队如果再输一轮的话，0-3了，那基本上没有什么悬念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根本其实就是输掉了呀。好，所以孔霄莹，你对对方有什么好说的？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现在就会赶紧想一想，自己掉下去的时候怎么样才能保持完美的姿态。只有掉下去的人才会想这种东西。讲得好，接下来就请看我们的第三轮对决。3、2、1，欢迎！孔霄莹能不能推倒一家，为 S 队扳回一城呢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所处的那是 SH48 的生活中心。中心，你们想不想看一下，平时生活中成员们是什么样子呢？我们就看一下喽。最先遭到突击的队友会是谁呢？莫涵，我想问一下你那个舞蹈那个视频，你能够再call一遍给我吗？
不行，当然就来硬的，就这么给他闯进去了。看看莫涵和陈冠慧私底下究竟是个什么样。我说什么？既然有这样说的话，就是应该掀一掀了。掀都没有中。队长床上还有一个瓶，是平时玩笔用的吗？来，小爱给镜头打个招呼，来，给大家打声招呼。来，唱一个爱爱爱不完。等你爱爱爱不完。今天早上七点钟睡的觉。为什么会那么晚呢？因为我是通宵拍 MV 嘛，然后呢就拍到了日出。看到日出的回来之后，我下午2点起了床，然后洗了衣服，洗了床单，然后呢我还在缝衣服，好吧。你们怎么叫的这么臭起来了，像洗水良家妇女啊。这是一个小裤衩子吗？哇，好可爱，上面带小兔子。而且这些都是队长自己缝上去的哦。啊，可能是，要不怎么能说是莫妈妈了呢？你洗衣服没穿啊。队长和小爱的衣柜是合不拢的，是不是里面有一些奇怪的东西呢？不是没穿衣服吗？对，掉出来没有办法了。如果你实在不想打开柜子的话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办法，就是你要素颜，然后非常自信的面对镜头说一句：“我真的很美丽。”是人吗？来，对着镜头。来，我们要面对镜头了。那镜头在这。我真的很美。这样不到位。哇，为什么？队长床上还有剪刀，为什么床上还有剪刀？队长，你缝衣服。队长，你悠着点啊，你的剪刀收收好，床上的针也收收好，我们先走了。接下来就请看我们的第三轮对决，3、2、1，开始。这简直就是秒杀呀！恭喜孔霄颖为 S 队扳回一城。第三回合已经结束，目前双方比数2-1。没想到啊，我们的 S 队是扳回一城啦，对不对？恭喜 S 队！哎，一家哎，你逃不了我们的惩罚喽，所以惩罚要来了，黑暗降临，有请黑暗。黑暗料理，我们这次为你上的菜是酱，巧克力腐乳慕斯，一个是甜滋滋的巧克力，一个是咸腻腻的腐乳，两种终极的味道会撞击出什么令人吃不消的黑暗滋味呢？客人现在已经完成了，请慢慢享用吧。它的味道现在如何？好黏黏的，你看。你感觉它的味道如何？本店的新品您还满意吗？腐乳慕斯的味道，黑暗的让人说不出话来。自告奋勇的咸鱼能招架得住吗？哦，竟然用喝的！哦，可以，哎，厉害，好棒哦！所以你觉得味道怎么样，咸鱼？现在还能说出话？我没吃过腐乳，我不知道是这样的。我觉得一定不好吃，没真的，是好吃的。赵月蛮什么味觉？赵月真的还可以。抢着吃！哇，他吃的好享受啊！好吃。真的就那种咸咸的。他居然还在吃，有种芝麻酱的味道哎。哇！他们居然还要吃。S 队觉得他应该吃完吗？我觉得应该。加点大蒜吃。我吃，不行，不要加大蒜。快吃完，快，抓紧时间来全部吃完。吃完了。
忍不住吗？那好吧。哎，佳爱，现在请用最甜美的方式对着我们的镜头说一句。巧克力腐乳慕斯勾我黑暗，易佳爱悲催的都要哭了。第一次回的比赛马上展开，两队目前2-1。S 的孙瑞能抢回关键的一分吗？你瞅啥？你不知道刚才我吃了大蒜吗？你难道不知道？我熏死你！你难道不知道可乐喝太多骨质疏松吗？没关系，我只要吃大蒜我就……我告诉你，等一下马上把120叫过来，免得骨头碎掉。没关系，我先熏死你。哇，请看我们的。简直就是秒杀中的战斗机啊，就这么轻轻一碰，孙瑞就把赵月撞下了蹦床，为 S 队抢得决定性的一分。目前双方打成2-2。在赵月接受惩罚之前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孙瑞究竟是怎么办到的。就是稍稍的一张嘴。怎么烧法？怎么个稍稍的一张嘴？所以这一轮我们要惩罚我们的赵月。来，有请黑人。黑人端上来一块板子。大家有没有想到这是会干嘛的？应该是胸口碎大石，单手劈西瓜。那么这一轮的惩罚就是将将将将秒杀番茄。秒杀番茄，赵月，你要把这8颗小番茄、4颗大番茄通通砸扁到2公分以内，开砸吧。好，赵月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压扁了，不能用手啊。哎，不够扁，不够扁，用力砸，砸到了鼻子。对啊，2厘米啊。好，2厘米，好，下一颗。感觉怎么样？我好想哭啊！我突然好想我妈妈，真的。啊，妈妈，你做菜真的很不容易啊。原来有祖传秘方的。好。两颗。赵月，你不仅要砸，你还得用力的砸，砸扁的番茄必须要低于2公分哦。队长，赵月，队长。哇，金刚芭比还可以哈。还可以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难的部分了，来。哇，这么大的番茄，赵月，你砸得扁吗？不错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第一枚成功。好，第一枚成功了，哇，最后的3颗了。加油 OK 好，超过了，最后2颗了。最后2颗，请咱赵月来一下了。对，好结实啊，这个怎么办？先捏先软是吧？不要砸，摁下去之后再碾一碾，碾一碾。哦，用力，量一下。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太高，不行太高。1厘米哦。这次肯定有，这次有了。好，最后一枚，赵月，加油！队，加油！好了吗？还没了，还没了。好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是合格了，合格了，真的是合格。这个头破血流的，现在什么感觉？这半个月以后，我再也不要吃番薯这种东西了。四轮比赛过后，双方打成平手，一战定生死的最终回马上开打。S 队派出秒杀战斗机孙瑞对战 N 队队长徐言语。3、2、1，番薯。大力咸鱼秒杀孙瑞，恭喜 N 队获得最终胜利，即将获得法国进口马卡龙的奖励。获得的奖励是什么呢？马卡龙。法国空运啊！不就是法国空运吗？大家不要这样子，大家请淡定，请 N 队慢慢品尝你们的马卡龙。给我一个花钱的。N 队已经开始分享起了胜利的果实。S 队虽然输了比赛，但是也有奖品哦。那没有马卡龙了，所以是龙卡马。哇！龙卡马就是乡土味十足的怪味馒头。
本期愤怒的曲奇大战就在双方都有的吃的情况下圆满结束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SNH 电视台的女主播，我是黎彤，我是龚诗琪，大家可以叫我圆酱。那么就请你圆润的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主题吧。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，就是想让各位朋友了解一下我们 SNH48 这个团体。2012年，在历经3个多月、报名人数总计38000人的全国海选后 ，SNH48 成功选出了第一期成员。而在2013年的二期生招募中，报名人数更是高达47900多人。这些普通的邻家少女，在跨国团队的专业指导下，为了梦想不断奋斗着。让我们为他们一起加油吧！哇，看到了我们成军的过程。我心中真是百感交集。大家看到视频里的李一桐，她加入之前只是一个土里土气、连眼线都不会画的小女孩呢。但是现在，就像跟大家在一起成长这样，我现在能画出像今天这样完美的眼线了。我觉得你那迷人的眼线可能会把观众都吓跑的。才不会呢，我一定要听他们的意见才可以啊。现在就去采访粉丝们吧，居然还有外国友人的身影。日本から中国に来ました。你们是为什么犯上 SNH48 这个团体呢？因为鞠婧祎啊。看完第一场之后，然后我就喜欢上了。一次上海的握手会，从8月份剧场公演开始。请问你首推的成员是哪一位呢？陈冠慧、小爱、徐元宇和龚诗琪啊。先被定的。你犯 SNH48 是因为你们都很努力，比较活泼。我们都爱 SNH48。那么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粉丝在支持着我们，那么我们 SNH48 在成立了1年多的时间内就举行了2场万人级别的演唱会呢。那就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这饱含着欢笑与泪水的精彩瞬间吧。 SNH48 自成立以来的1年多，已经举办了超过4场大型演唱会和歌迷见面会，总观众人数超过了20000人次。多少次了？